能喂饱我就行了，能喂饱我就行了，应该我妈来说够养活我就好了。你就要看我妈吧，100万可能要很多很多钱，不用花多少钱吧，一个早饭钱，花多少钱请我吃顿饭就好了呀。看我男朋友他自己的想法，我都愿意接受。10块钱吧，这个一碗粥2个咸菜差不多了，不用多，麻辣烫无价吗？我很贵的，有车有房，最好有点存款，能养得起我的小姐妹们，然后跟我就行。我觉得两个人真心相爱的话，是不需要说花多少钱才能把你娶回家的。我觉得是应该是我喜欢的，不用花钱我都可以把我娶回家，起码100万吧。毕竟我也值这个价啊，对不对？不能把自己说得太廉价了。不需要太多钱嘛，人好，然后对我好。那条件适当一点就可以了，因为我感觉现在很少就是能一起吃早饭什么，感觉就是这样子就挺温馨的。对，买房子起码几百万，婚礼也要几十万，车也要几十万，大家以后好几百万，但是这个可以一起两个人共同努力吧。就因为我自己也有在工作了，我觉得也不能全靠男生来养活你了，就能够维持日常生活，两个人过得还可以就可以了。其实家里面他没有很多钱没有关系，但是我喜欢那种就个人他很有上进心，就是很正干的那种，就是很愿意去做事情，愿意去赚钱那种。首先他自己得有存款吧，存款，然后有车有房，然后虽然这不是，但是毕竟带回家肯定是要收得去的。请关注妹子有话说，我在这里等你哦，么么哒。